那这个物件呢？现在有信心了吗？哈。没有。哎呦，还没有。这个最没有。这个最没有哈，来。我是在那个名誉品店买的。我知道，哎，我知道。那是在一个角落里面，非常脏。我问老板，这个什么东西？他说是日本的那个铜器。铜器，但是我看这个底珠就很像建窑的底珠，建窑窑，建窑窑，然后洗了以后呢，就干净了，认为它是，哇，蔡司你还随身带手电筒啊？手电筒看起来才会像那个，那个什么茶叶末，茶叶末釉，这样看不大出来，茶叶末釉哦。这个茶叶末釉有人到了清朝把它算作黄釉，但是宋朝的时候是属于黑釉的。黑釉，黑釉是铁，黑釉它是铁发色的。那它这个这样子流动是？是对的，是对的。垂泪，泪珠，泪滴。泪滴啊，这就是老马三。然后我在显微镜看的时候，哇，非常漂亮。那个鱼子纹啊，什么纹都有，非常非常的漂亮。所以买多少钱？这个买3000块钱。3000块钱台币。台币。阿里香阿公这一件最没有信心，你是担心什么？担心是我没有看过茶叶末釉啊，到底什么叫茶叶末釉啊？是不是就是他刚刚所看到那样的表现就是茶叶末釉？他没有看过真实的，所以他没有信心了哈。但是他买的很便宜。好，来，好，我们先来见价。好，老师请见价。3000元，对，就是3000元。好，各位啊，看这件啊，这件看起来还蛮像的啊。但是我们仔细看还是釉的问题，因为中国人古代的釉是真的很厉害的。你看这个釉啊，如果经过了那么多年，如果这件的造型是宋朝的，南宋的，那你现在看那个釉上面啊，它是光滑的，它没有什么裂，也没有腐蚀，那么都没有。黑釉是会裂的，那这个茶叶末也是会裂的。那他刚刚说茶叶末，茶叶末你可以讲一下，因为他说他没有信心的是在茶叶末。茶叶末其实是这样，它这件烧出来的是用铁去发射的了，铁去发射的。但是因为这一件呢，因为古代的那个釉很多的配方并不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完全一样，包括烧窑的气氛也没有办法完全一样。那到底什么是茶叶末？茶叶末也是铁发射的，铁的颜料发射，但再加了一点别的东西。但是它的颜色很像茶叶，所以叫茶叶末。像茶叶粉末一样，但是这一件看起来啊，它是属于黑釉式的，然后只是它的那个黑没有那么多。所以它看起来有点像茶叶末的感觉，那这件呢？他说茶叶末，它又不像茶叶末，说它黑釉又不像黑釉，再看它的釉的整个平滑的结构，它还有这个泪珠的那个味道，就是它应该是现代做的。不对的东西。另外我们看哈，它现在这边有箍了一个铜边，箍了个铜边。那蔡医师，你可以看这个铜边这边亮晶晶的，有没有看到没有？有。阿光，你有看到哈？有。这亮晶晶，对不对？然后亮晶晶以下开始出现了一条白色的东西到底。白色。有没有看到？这个亮晶晶的。这个底下是白白的、粉粉的，好像蒙蒙的。对对对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这个是原来的釉，这个是做过的，就把它泡过。蒙蒙的是做过的。然后这个底足啊，你可以看这个底足啊，如果是宋代的底足，这个底足是要凹进去、挖进去、挖圈足，然后挖的像一个铁，因为古代的宋代啊，他做这个茶器它有点在仿金银器，所以很多的底足是像金银器一样的底足，是很规整的，它没有做到，所以它这件是有点问题。我们现在看看这个釉，你看这个釉上面就有一层闷闷的白色，就是那个白色，你看那个口沿是亮晶晶的吗？口沿以下出现这个白色，这表示它做过处理。好，我们看下一张，这个是它的土的结构，就是那个圈足，圈足看起来还蛮像啊，只是没有挖凹深。但是你看这个土是比较新的，就是它没有层次感。所谓的层次感就是说我们要欣赏那个土啊、釉啊或者纸卷啊，经过了时间以后它有一些柔化的现象，有一些层次的现象，有一些变化，那是时间造成的。可是我们看到这里面没有这种层次，所以它的时间是很短的啊，所以这件就不是老东西。虽然不是对的东西，不过
种精神哈，确实让人觉得很感动。好，我们谢谢蔡医师，谢谢。